你喜欢有什么用？我自己不喜欢。我喜欢。那我现在，那我春节后立马变到180斤给你看。180斤不行，130还可以。我没有130，我只有120多。瘦的人，远哥他挺胖的。胖你个锤子！我身高高，1米9几，1米150多，不胖了。远哥他挺胖的，姐妹。你为什么要看着反黑我？你看我像胖的人吗？真的像。但我看的也不像，我看的挺瘦的呀。看的挺胖的。我看的挺瘦的呀。看的肉嘟嘟的。No, 那没有。那没有。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我随便搞一下，很快的。哎呀，别搭着我，你每次搭着我都很难受呢。寻找着你光让暧昧变成坚毅。刚开播就吵，不是他这种很喜欢动物啊，很难修啊。算我可能太现实了，姐妹。我的头发没有褪吧？你觉得你的颜色浅吗？姐妹，浅啊。我觉得一般，我觉得我现在发色，我觉得你是黑色呀。我觉得我现在发色就一般般，黄毛。对，这波啊叫打情骂俏。你就是海滩。我觉得我今天很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今天真的吗？我这颗痘痘消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就是帅了。你觉得你很帅？嗯。没看出来，我帅吗？没看出来，我帅吗？没看出来，我帅吗？得在一起点点赞，在一起点点赞，看到没？没看出来，我觉得我今天很帅。我觉得你今天丰满，丰满？什么叫丰满？我刚看到一个那个弹幕说。说丰满，说你很丰满，我没，我不丰满，会丰满吗？我丰满吗？我不丰满，丰满丰满不可以形容我姐妹们，我这个叫丰盈，丰盈，我这个叫就是有点富，no， 富态，我这个叫富态，我就没有，我这个叫搏击。搏击姐妹，我这个叫搏击，我这个叫有点搏击的一种感觉。我都还不敢称自己为搏击呢，你敢称自己为搏击？风韵，瘦的不明显，对，你叫瘦的不明显。因为这个叫瘦的不明显，不是很明显。救命，无语了，无语，什么叫瘦的不明显？头发是深棕色，叫什么栗子什么棕来着？摩卡棕。很深啊，这颜色就跟黑色差不了太多，阳光底下可能有一点点的那个颜色。我觉得我今天很帅啊，我今天这个发型我很满意。是吗？嗯。真吗？真的。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不是在直播间就是这种怼来怼去的频率太高了，像别的直播间都是那种，哎呀，我老公最帅了，像我们直播间就是，你胖，胖，你丑，你丰满，你丰腴，你不好看。远哥是摩羯座，我好帅啊，是吗？我好帅。不会吵起来，不会吵起来，我们俩吵不起来了。好美啊，那没有吧？那不至于的嘛。我这两天直播就明显感觉到我整个人的一个感觉就不好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发型的原因吗？我感觉我很不好看。我觉得这两天直播的整个人很丑，我也是白羊座的，我也白羊座、哦。我跟大家说，我真的是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白羊座，凶啊，不是凶，就是我是真的很暴躁，是不是？我是真的很典型的，非常的直接，我就是
骑白羊座，我看过陶白白的那个，我看过陶白白对白羊座的解析，就是我白羊座的所有优点我都有。白羊座本座是吗？对，我就是白羊座本座。猫毛，我送你一个猫毛。对，我很单纯，我很善良的。很善良？哦，对，你很善良。你俩生气了，通常怎么办？我们俩生气啊，我哄他呀。辉辉是属于那种，就是他就算做错了，他也不会认错那种。然后就是以前不会给我台阶下，现在会给台阶下了。就以前我给他台阶下，他也不下的那一种。那不至于哦，那没有啊，那没有。以前也不知道谁啊，就是那种，然后就给你台阶下，就说。好，我们去吃东西吧。不吃了，走吧。明明是他犯错，然后就开始这样了。对，对我们俩上次那个网易云啊，某易云啊，什么某易云那上次测出来那个，我们两个是最般配的那个，是什么白金色和什么什么来着？我忘了。辉测出来他的最佳人选是我，然后我测出来最佳人选是辉辉，惊到了，真的是惊到了，惊讶到了。对，不能低头，皇冠会掉。Hello， good morning， hi， 我想就是拉人的，我俩穿情侣装啊，你们俩在穿情侣装，什么鬼？为什么这颜色莫名的熟悉？我怎么感觉什么东西？好吧。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衣服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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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连线 ，Hello，Hello， 好难忍这么一天，我都傻了，这怎么了？今天这是好多男，就是我好多男人，就是想舔了一下，没想到大家都同意了，你喜啊？那要怎么？我们三打一吗？三打一说什么呀？这样子的可以啊，那我们。三打一都不给打，你不许说话，我拉的人。那你来说吧，那你来说。就是我们这个样子，我们就是说，我们先正常打，然后结束了之后玩那个石头剪刀布，然后就是分成两队，就是石头和石头或者剪刀和剪刀分成两队，然后把他们票加起来，然后就是如果赢了的话，就是惩罚另外两队。啊，懂了，二v 二，但是后续转掉二v 二。对对对，我们先打啊，好会啊，自己吧，没听清。那麒麟告诉我，你一会儿出什么？怎么分组啊？一会儿出什么？咱们结束。麒麟一会儿你出什么？麒麟。对，结束了之后用那个石头剪刀布有一个特效。那什么，你那个咱们底下沟通一下，你出什么？你私信给我啊，一会儿告诉你。哎，好，哎，对，那没有，他们欺负人都不想要我们。啊，没有，开玩笑。我们两个先退出了，你们仨还先打呢。我开了啊。OK， 那就开始吧。全闭。我也不知道这个。全闭一下了，家人们。那就闭了。闭麦了。我现在心情很沉重啊，咱们就说。谢谢。PK 不重要，怎么说？你们看着打吧，家人们。PK 不重要，咱们公屏先走一波188。多少让我们就是稍微有点面子。完了，姐妹们，我们 PK 就是很重要，姐妹们，我们咱们今天 PK 很重要，赢这一把。咱们就是赢了也不一定有用，但是得打得高啊，尽量高就好嘞。咱们对他们不重要，对我们很重要，姐妹们，这是我们的尊严。谢谢黑秀的那个旅调，谢谢黑秀，谢谢。淡定，莫名觉得这为什么跟麒麟就是一身爱面子的灰？不是，谢谢柯代表。为什么今天就跟这么巧？就你穿蓝色，麒麟穿蓝色，我穿红色。可能我跟麒麟有缘分吧。哎，我也穿的红色。可能就是上辈子跟麒麟有点缘分吧。谢谢柯代表的那个掌上明珠啊。谢谢柯代表，谢谢琴弦的爱你哟，谢谢琴弦。锅燥起来，姐妹，我们就是燥热起来。谢谢燕子姐的比心兔兔，谢谢童姐的自然飞机，谢谢童姐的自然飞机，谢谢姐妹，我们一起众筹，一起众筹十个比心兔兔，好不好？一起众筹十个比心兔兔，谢谢曲奇的纸鹤，谢谢童姐。谢谢我童姐，谢谢童姐的比心兔兔，谢谢童姐。
谢谢咪咪演的比心兔献黑秀的比心兔兔献黑秀，谢谢各位宝贝，谢谢。噔噔噔噔噔噔，哎，噔噔噔噔噔噔，还差三个，还差三个，谢谢燕子姐姐的刺猬宝宝，谢谢燕子姐姐，谢谢。这怎么跳的？谢谢咪咪演的比心兔兔，谢谢 Kimi。好，我们还差四个，还差四个比心兔兔，还差四个，众筹一起众筹十个。谢谢多肉葡萄的比心兔兔，谢谢。谢谢心怡姐姐的，谢心怡姐姐，谢谢。比心兔兔，谢谢大连代表的这个叫什么？长亭落雪。谢谢课代表的长亭落雪，谢谢。好多男人，真的好多男人呢，都是男人。不，现在少了俩啊，少了啊，现在没少了，现在全在。这什么架势？这不是什么架势，这是给大家见见世面的架势，给大家见见男人的架势。有很多男人今天。有麒麟他们开始了，咱麒麟他们开始，咱就是慢慢慢慢走一点，也就差不多了吧。谢谢彤姐的老爷摩托，复古老爷车，老爷摩托车，我们复古老爷，我们就打榜十，我们就当榜十，我们再一起众筹，我们再一起众筹一个那个。一起再众筹一个那个礼花筒吧，好不好？一起众筹一下，一起上来，一起众筹一个那个爱的守护吧，好不好？众筹十个爱的守护吧，好吗？你们缺的是男人吗？你们缺爱，缺爱。那个是深白吗？还是空白？空白缺爱。到处乱窜，哎，然后结果哪哪都不点灯牌，哎。谢谢敏赫的眼镜啊！谢谢敏赫，谢谢敏赫，谢谢 YS 的爱的守护啊！谢谢荼蘼的礼花筒，谢谢，说三打一都打不过，三打一都打不过。谢谢左手微笑的爱的守护，真没事，姐妹们，我们就是得有面子，说不定等会儿就是谢谢也没有面子，爱的守护，谢谢童姐啊！谢谢童姐，爱的守护，谢谢童姐。谢谢彤姐好多个爱的守护，谢谢彤姐，谢谢我彤姐，谢谢振宇哥哥的爱的守护，谢谢振宇哥哥，谢谢，谢谢敏赫的眼睛，谢谢荼蘼的礼花筒，就今天其实我还蛮感动的，今天怎么了？我收到了好多东西，谢谢心仪姐姐的热气球，谢谢心仪姐姐的热气球。No, 我的礼物还没有给你哦。我们今天家里的快递就是一个一阵接一阵的，就是谢谢备受瞩目的比心兔兔啊。谢谢93588的热气球，谢谢敏赫的飞机，谢谢。谢谢你的热气球，谢谢二的姐姐的这个心动丘比特，有机会吗？两队家人还是哦，不一没有没有机会，但是谁跟心里放那个谁要赢了？对，谢谢各位，谢谢大家的众筹，谢谢。谢谢茉莉，谢谢 Miki， 没事儿，看太多了。我们来吧，大家就是那个在那个 PK 是 PK 道具 PK 整蛊里边的，哦，直接就有石头剪子布，不是在游戏的第一排的第四个，对，游戏的第一排第四个，看到了啊，看到了，那就看出去一个，你们两个都在里面。哦，那你得说一下，那用我的，算我的吧，就都算，都算的，富人的吧，都算富人。我一个啊，那就是他一个人做吧。会不会赢啊？重新来一遍，就一个人留在屏幕里就可以了。两个一样的，就是那种啊，正好两个一样的是吧？对，等一下啊，这也好啊。完犊啊，那你们俩。下面不行，还得重新来，这还得重新来，得到一样了是吧？来吧，再来啊！太好了，其实没有如果，还得重新来吧？怎么你们打算玩一晚上的石头剪刀布了是吗？好了，哎，他们没重新来，他们才重新来。哎，我们这样吧，这样吧，哎呦，来吧，老铁们。嗯。
先让我们这样的。我们对不起你们。没有。我们太没有开心，大家加起来都没有开心，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嗯，那你说惩罚是什么吧？你们说。嗯。啊，我们一人先说，我们一人说一个呗。嗯，麒麟香可以，可以。远哥，你先来吧，远哥。干嘛要我先来？我怕就是到时候直接就玩完就是没料了。就是你先来。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那期待啊。那这样子，你们就是互相表演一下。就比如说，比如说我哈，我表演远哥，远哥表演我表示想做作业的时候的那种一种情绪的一种感觉的表达。啊，我懂。行，做作业指的是那个是吧？啊，对。好，来吧，做作业吧。是的。我演你，就是情绪表达，就是看昨天你前奏是吧？就那种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当你家夫人不想写作业的时候，就是有点招黑了，是吗？啊，知道，知道，我懂，不想写，懂，是表现。那我不想的话，一般我会玩手机哦，我模仿一下。我表演，他表演我，表演你，你表演我，对，就是啊，这不是我在屏里，那我回来弄自己本色出演，那本色出演可以吗？我们把特效关了吧，本色出演也可以，说的就是本色出演，可以，行，然后我就玩手机哦，然后我不想要，啊，不想要写作业，这个关掉，小心点，不要被封掉啊，小心点，别离太近啊，我们两个有一点，这个怎么？我怎么一下没看懂这个是怎么操作、啊？道具，不知道干嘛？在道具里啊！啊！什么意思？我在这里听声音呢。什么意思？我这人没了。什么意思？我刚把就是刚凑近，就是想听你们在说什么。你们人怎么就走了？就公主抱走。就是啊，就是不想写作业，不想写作业，是怎么强行抱走？就是你要他不太想写作业，抱走的样子。好像啊，老板，你年轻气盛，但也不用那么着急吧。啊，对不起，对不起，就是对不起，我给你道个歉，对不起。我们将来模仿，给他们讲。哦，本色出演，那好吧，那我知道。那在模仿小夏呢？小夏，如果小张不想写作业的话怎么办？如果他不想的话，他一般他不想，那我很开心呐。他不想的话，我会打游戏，然后我会特别开心，然后我会很开心。我只想说。我只想说一句话，你以为你很牛吗？放下碗。好，下一个你们的惩罚呢？来吧。我刚想什么呀？让他们特效一直没关。是，就是什么不想吃饭的是吧？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都表演这个吗？啊，对，怎么拒？怎么拒绝是吧？对。也行，好。来求，让我写吧。又会幸福的啊？什么意思？快点开始呢。就是，爬起来了。不可以这样，他不让上，我们就只好，我们只好硬上了。不可以这样啊！大妹，丢好嘞，到时候四个人就没掉了，四个人全下线了。感恩，对不起，都不要。但为什么就是这搞了最好的霸王硬上弓吗？真的假的？不都是这样吗？你们不是这样吗？不是。那其实我的惩罚是什么？对不起，我是吃素的，我吃素，我一心向佛。好啊，你们就是用你们自己的方言，就是表白一下，就是给对方。哦，我就我们俩方言。那我跟你表白一下呗。我这小伙儿，长得带劲呢，怎的呀？哥看上你了，是流氓吗？这个是，小宝贝儿，怎的？愿不愿意跟哥羞羞去呀？
我路上要是遇到这种，我真的就走得远远的，我很害怕。报警！报警！报警！喂，你好，有个流氓这里。演演的特别像那个《夏洛特烦恼》里那个，就是那个你说那个吧，就是那个凯什么凯的那个大哥。可以了，那可以了。七七，你们用温州话，你说吧，你他们听不懂。用温州，你说吧，我来给说吧，翻译一下。那这有个温州翻译、啊，不，七七说，七七说，嗯，程程，我告诉你，我喜欢你，但是你长得这么俊，我感觉我配不上你，你可不可以就是考虑一下和我在一块儿，小伙儿？听得懂吗？你们听得懂什么意思吗？当然听得懂了。这是哪里像？好像佟湘玉啊？佟湘玉？对，我也觉得好像。这是山东话，山东话，山东话啊！原来是这样，真的有点像佟湘玉。冒险是吧？佟湘玉是河南话，普通话一样。河南，他没有说什么高深的那种，他这边高级词汇，高级词汇我都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东西。哦，嗯，挺不错，居然还挺不错的，真的挺不错的，特别好。我们做还，我们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两个来说还不错呢？你们俩，我们俩在这说说辛苦了，真的还不错。报警了，我们还没输，还是吧，真的好可怕，那种流氓，我见到这种我真的很害怕。我不是这样的，谁见了谁不害怕呀？平时不是，平时见了都挺害怕的。不一定啊，你说不定，你说不定见到你就，说不定啊，真的吗？你看的，我们从来不会这样的，我们都是和平相处，除了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残暴一些。再见，可以了，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他们可能有点害怕，我们下次再不会联络了。再见，太不错了，老铁们，拜拜。耶、yeah, ，我用，大家想象我温州话是吗？那我们今天再用这个直播间现场唱一版那个爱情。温州话有很多，就我自己都搞不懂，就有些话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翻译。我觉得我的家乡话的，我觉得我的那个级别还是蛮高的，因为我知道很多那种隐藏词汇。会不会连普通话都不会表白，你还得让他用温州话表白？这想多了。来了啊，放下。莫寂寞就变得冷漠，还是今天那个分寸，这样下去我们之间还能有什么？脑改人浪都给老母喊你顾家，你得别给思路。不过一个女娜的心，我真正渴望得到一个承诺。不还比那比那子墨更好，不给伤给你的凋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攻了。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乱了？你一点都没有那个感觉。乱了，重新来。我们就从最开始来唱啊、哦，最开始的行。我们就从第一句开始唱。啊、嗯！我翻译不出来怎么办？那就用、嗯、随便。你两句，我两句是吧？你服役我，我又被你给伤害你。你用爱换走我的青春，我还留下了什么？你有吧应我有啊，你无飞过，再跟我一路狂奔，就不要想太多。知情不是罪过，忘情不是洒脱，为你想的撕心裂肺有什么结果？你过大的咋那苦涩，无人理解，都把爱情想得太美，现实太诱惑。啊，没有没有。你说到底为什么让你更难过？这样爱你除了安慰，我还能怎么做？哎，看，直接走换那个吧。没有，我们刚刚没有用方言，翻译不出来了，对不起。我是用方言了，姐妹们，我真的是在用方言。翻译不出来了。我真的在用方言。哎，怎么唱啊？我忘了那句在哪里啊？
谢谢牛轧糖的那个晴天网。这我们别唱了吧，人都掉完了。没事，无所谓了，开心最重要。好吧，没错，是能听得懂吗？其实我作为一个温州人，我就是一段时间后我就听那个，我自己都听不懂我在唱什么。别放那么快啊。期待为什么那么多的疑惑，寂寞寂寞就变得冷漠，这样下去我们之间还能有什么。 OK， 能让都给冷漠哈尼孤战，你得背个思路。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一个行动，不怕冰冷屁那个寂寞，你更不给上来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许不许诺，可以吧，不是这个吧。好了，你说。我真的在说日语吗？那么像日语吗？嗯，田姐截图了，截图了。怎么截？酷炫。你像个呆瓜。我吗？翻译不出来。我其实我刚刚有些词用唱错了，应该不是那样唱的。靠听力，他们都说温州话像日语，但其实我自己并不觉得，我觉得他就是还好吧。浙江人说话都是这样。Vinny 没我那个不是，刚刚我主要是没有发挥出好的，就是没有发挥出我家乡的那个发挥不失常，有些甚至用普通话带过了就直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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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对，还是有几个字能听听。因为我那时候翻译不出来，暂时翻译不出来，然后就用普通话了。我不告诉你我哪里人，告诉你，反正就是浙江人。嗯、我昨天也想去买个那什么猪八戒的那个头套。唱得很好，下次别再唱。不，我们就唱，我们快乐。我是我家乡温州的代言人。别了吧，也不至于。你，我的线索可以拆了，可以了。要不线索拆了，明天拆，今天拆了吧。今天在线给你拆啊，那晚点给你拆吧。我那个线很难受啊。那我晚点给你拆了，晚点。他拆了会怎么样吗？啊？他拆了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那是怎样？就是他不会怎样，那为什么不能拆？不会怎样，你现在别拆，晚点我给你拆，晚点我给你消毒。很难受，姐妹们，那条线在里边，就特别难受。热爱105度。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来啊，那前面怎么唱？你知道这人是谁吗？我知道，那你发私信的那个。对对对。入之境不是罪过。我会拆线，拆线太过于的简单了，这其实不用刻意去医院跑一趟了。热爱105。别忘了，我可是外科医生，我拆个线还不会了吗？我最基本的对。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这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不是不是，滴滴青春的蒸馏水。No. 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别带，就不要带，什么都别说。嗯嗯不会是小声的站起来，你从来不会轻易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的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你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来一场戏。No， 这首歌也太难听了，太难唱了吧？这首歌唱的也不是，我感觉今天怎么调不太对啊？这个调是这首歌的那个调调，因为他那个。唱这首歌的这个作者呢，他就是音呢、嗯、就是比较低啊、嗯，然后就我这，然后我们介于男生上，我又降了8，还好吧，就特更难唱。滴滴青春的蒸馏水，水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初的阳光。我很喜欢这种歌，会不会就是他做那种朗朗上口的歌，会不喜欢，会喜欢唱什么那个什么推倒大厦那个什么来着？直到大崩塌，懂吗？不懂，这叫那个首歌叫《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这首歌真的特别好听。没感觉，不用吧，不需要吧。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姐妹们，这首歌真的就是太好听了，我最近真的很爱听这首歌。哪个？就是它有点压抑。这首歌它稍微有点压抑，对，我不太喜欢口水歌，我很喜欢听口水歌。这首歌是有一点不好，它有一点点轻微的压抑，姐妹。六点下班，换掉小长的衣裳，妻子在澳洲。我去喝几瓶啤酒，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原草，谢谢龙龙，谢谢大脸猫的，让我来唱一下，因为我真的很 like 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就它这个名字有一点稍微的，歌名有一点稍微的。感觉那个地狱黑。这首歌叫别别别别别别别提别提，这首歌的名字很地狱黑，我觉得可能被封。就大家可以理解的意思，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杀死那个普通人。对，杀死一个普通人。对，下班，换掉要长的衣裳，妻子在澳洲，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是有点悲伤，但没有关系，但没有关系，我就是想唱这首歌。虽然到后面我可能会翻车，但不重要。在芭蕉柜台，疯狂的人民商场，用一把假钞换一把假枪，保卫他的生活，直到大厦崩塌，夜幕覆盖华北平原，接上尽头他的脸。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我就每天晚上就听着KV放哪个放音响放这首歌，我都快听会了这首歌，真的，我真的快听会了这首歌。你觉得好听？还行啊。被士大夫中，乒乓少年背着我，沉默的注视，无法离开的教室，生活在今夜里，直到大厦崩塌。一万匹脱缰的马在我脑海中奔跑。
上去，这到我后面也唱不上去，太高了。你来，第一句你来。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一万匹多江的马在我脑海中奔跑，如此生活三十年。好了，别唱，别唱。换个，切个，就那一句，真的就是上不去，你在为难我，怎么都上不去，我真的你仿佛在为难我，我觉得你在为难我。就那一句是怎么就是也上不去，我真的无语。Ring a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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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 可不可以是你心的提神才能接？有爱的声音，我的你，伴随着你，让爱刷通花前，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接。有个腿毛不见，有个腿毛不在这。我是万变，别笑死了，别笑了，就是给大家表演一下什么叫在线翻车呀，就是来小镇姑娘挽回一下。今晚是什么唱歌局吗？今晚是一个唱歌局吗 ？No， 不可以，不可以见麦，不可以。咱们来随机一下吧，好久没有随机。别，我害怕随机。那你出去。但我不想放任你一个人在这。随机一下，随机，好久没有随机了，最近都一直在那个，最近一直在连那个。这个女的逼得太大啊！哎呀，这啥呀？你告诉我这是啥呀？不认识，这是啥呀？你别吓我。不好意思，我换个男生哦。我求求你了，别随机了，我求求你了，真的别随机，我求你了。嘘，下一个。喂，姐，你看他又连着我了，你去找个怎的？取消。随机一下嘛，好久没有随机看一下嘛。哦，不要，我害怕。你出去。包围他的生活，直到大厦。抖音没有主播了吗，姐妹们？抖音是没有主播了吗？抖音他没有主播了吗，姐妹们？他没有主播了是吗？只有这么两个人了。能不能去联系认识？你下播吧，好吧，别开播。太骂我！哇塞，我无语，天天太骂我，又是。我想连到你吗，姐妹们？我想连到你吗？我无语了，姐妹。刚刚那个是谁？刚刚谁那个？我不知道，我不认识是谁。是我想连。你好。不好意思，我换个男生。可以，没问题。求你了。算了，姐妹们，我们停下你现在的步伐去连亲亲吧。我们就是放弃了，姐妹，放弃。包围他的手。男的真的无语，我男的想连他一样的。嗨，今天是。哎呦，你那边回。回音？对，你那边有回声。对，你那边有回声。啊？没有啊。啊？我把音乐关了。现在还有吗？现在还有。有。哎，怎么回事？稍等一下。怎么回事？稍等一下。是我们开什么吗？是不是你们开了什么耳返吗？跟上。等下。你们连的是不是电子声卡？没有，我没连。哎，怎么回事？稍等，我重新连。好。
好好好 ，OK。怎么回事啊？今天是怎么了，姐妹们？今天无语了，今天是怎么了？有啊，是我是啊，是我是不应该，不应该，刚刚是问题。还有吗？喂喂喂，可以听见，可以听见。那就这样，那就这样，尾声吧，尾声吧。好，等下我闭你，等下我闭你了。喂喂，没有，我闭了麦就没有了，闭没有了，闭。对，我把闭了麦，我把音乐，我把音乐闭了麦，我们不是没有办法说话了吗？没有，这样呢？没有，这样呢？喂，我这里听着你们是好的。哎呀，好无语！哎呀，好无语！他们有回声啊？手打字交流吧，不然。今天玩什么？今天玩什么？今天就是都可以。都可以，今天就是用你这个有回声的这个音这个设备唱个歌吧。我没有没有插设备，没有插设备，插设备、哦、那就是今天就是可能就是上天想让你有一种就是空谷幽兰的感觉，就是用这个今天这个上天的恩赐来唱一首歌。行哭了什么？我没有在不是，是他们的声音有延迟。喂喂，我们声音有对哦，但我啥都，但我啥都，等下亲亲，等下亲亲我我重带好，你这样子好累，现在还有吗？等一下我去随机一下，我看连别人还是只有连青青是这样的，稍等一下大家。应该不是。沉默的注视，无法离开的教室。我去连下别人，我看一下连别人会不会这样，如果连别人是这样，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你好。你的手扶着呢。再见，没问题。青青那边的问题，青青那边问题，我们连别人没有。青青那边的问题，对对，是青青那边的问题啊。刚刚学姐没有啊，走吧，连青青先直接说完惩罚闭麦，直接说惩罚吧，直接说了跳舞吧。跳什么？包围他。青青是你那边的问题，是我这边吗？对，我们刚刚，啊，是我这边啊。我们又输了。好，可以可以，跳舞听到。嗯。包围你的生活。你好，再见。刚刚连了那个，哎，你好，听到没有那个回响了，再见。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无语。对，连麦的问题可能是。闭麦就没有了，很奇怪，闭麦没有，那是不是那星星那边是不是会收束那个手机收声音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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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唱门没锁，门没锁，进来坐，不想上，连麦都没放过，不想上，门没锁，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你很吵哎。气多完了，你都没讲过，没哭过。谢野性十足的小星星啊，你很吵啊，你知不知道？太多，感情戏份太多，太寂寞，也恨你人都伤我。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错。是这样唱的吗？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就我每次都是听歌唱一首歌，然后我听习惯了，就我会唱，就会就学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得了我的真传，没有哦。啊，什么真传？是可能在一起久了，就是学到了，沾到了一点。没有，我以前初中的时候唱歌确实蛮好听的，就是小夜莺的声音。但是自从我变声之后，我以前这样。以前我可以唱就两个半的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哆瑞咪发嗦，我现在只能到这里，
哆瑞咪发嗦啦西哆瑞咪发嗦啦，没了，我就只能音域就只能到这了。我以前音域比较广，现在音域不行。其实我也一般嘛。哆瑞咪发哆瑞咪发嗦啦西哆哆瑞咪发嗦啦西，上不去。点小星星了，姐妹们，点小星星了，姐妹们，我们点一下小星星呀、啊，点一下小星星呀、啊。点的我们还有200个不同的小星星，够呛。姐妹们，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还有30秒钟，我们每个人点一个小星星，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加成。哇哦，还要162个，哇，真的很快了，姐妹，真的很快了，真的很快。你给我准备礼物了吗？准备了呀。真的假的？我怎么都不知道？你今年藏的蛮好的。我哪年没有给你送生日？嗯，你真的准备了吗？为什么我就没看到过？因为我放起来了。真的吗？真的。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你不信吗？那就没有。你告诉我，听到的是真的假的？ 我不告诉啊，我不告诉。我待会拿出来了不就知道了吗？啊。直接转账 ？No No No， 姐妹，我不会干这么就是无语的事情、哦。直接转账可不会哦，不可能哦。今天作品可能不太那个，有点问题。今天作品有点，就是我们两个都觉得很好笑，而且可能别人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对，今天作品就是有点问题。谢谢童姐的浪漫满意啊，谢谢荼蘼，谢谢 What 的烟花，谢谢 What。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吗？没有哦，没有哦。那个礼物就是挺贵的。我跟大家，那个礼物挺贵的，就不便宜，不太便宜那个礼物。谢玻璃心的巴西狂想曲，就你拿回来的时候呢，我偷偷的自己用了一下。你真的给我准备礼物了吗？真的。谢谢 Jason 姐姐的那个掌上明珠微桑的那个浪漫旅调。No No No， 不要期待，姐妹们，不要太期待，因为它就是很惊艳的一个东西。谢谢二，谢谢童姐的那个什么什么怎么了？谢谢童姐的保时捷，姐妹们，我们谢谢童姐的保时捷车队、啊，什么什么东西？怎么突然那一秒钟？哇呀 啊！这个是什么车队吗？啊、车队来了，我的姐妹们，车队怎么？咱们一起得守一下塔呀，姐妹们，好害怕。咱们得一起守个塔呀，车队了。谢谢童姐的车队，谢谢。这个童姐的十几辆保时捷，这是十多辆保时捷，谢谢。咱们一起守一下，对面还会上来呀。守塔了，姐妹们，一起守个塔呀。谢谢二头姐姐，谢谢童，谢谢童姐，谢谢童姐，谢谢丹姐的保时捷，谢谢。哟。哟、哎，太可怕了，姐妹们！谢谢童姐的暖暖旅店，谢谢童姐，谢谢丹妮姐，可怕，姐妹，很可怕，很可怕。谢谢 Jason 姐姐，谢谢沃的，谢谢玻璃心和微桑，谢谢荼蘼和黑秀，谢谢 Gary 和野性十足，谢谢童姐，谢谢童姐车队和婚车队，车队还是震撼 ，Hello， 震撼 ，Hello。要说话，我们就不说话了。我现在应该没有回音了吧？应该有轻了一点点，有轻了一点点啊，还是有啊。对，不知道。对，去跟别人连连看看，别人有没有？我觉得看别人有没有？因为我们连别，我们行，那我们就是直奔主题吧，老公上啊，老公快点，也是你跳什么呀？你随便吧。窗外的那个。不会是黄色和你说？我们上次是跟他们跳的，没有黄色，没有黄色。谁给你黄色的盒？你跳过大摆锤吧？你会跳吗？大摆锤怎么跳？不要太期待，不要太期待，我失望，我失望。是不是很玄乎？很玄乎，我挺玄乎的，我挺玄乎的。等一下。如果这是真心，哇，他们家灯好可爱！他们家灯好可爱。
你为什么这么熟练？这真的每次都，真的每次都挺好的，挺好的。你要这样子，两个手在下面。然后呢，下面是好像到高潮部分了。对。哦，这个，然后是什么？耶耶耶！可以了，哎，很有味道啊！真的吗？这只能说明他背着我在外面做零了。啊！哎，不能加人了，只能说明这个，不能说明别的了。两米一的，但是有点可怕，我需要三米的，需要三架得住，好可怕！吓人了，家人们，家人们，我老公在外面偷偷背着我做零了，不敢想。别说，别瞎说。好了，那辛苦了，那辛苦了。行，辛苦了，我再去看看我没有回声。对，如果有回声，如果有回声，再去好好检，去好好检，要做的，要做什么？我想说检查一下手机，看一下他那个，就是那个，嗯，检测一下他那个那个，嗯，懂了。他怎么走了？拜拜，走了，拜拜，拜拜，拜拜。没有 ，no， 姐妹们没有哦，不至于哦，没，可没有哦，姐妹们，我是一个很清纯的男孩子，不会哦，不会哦。会怎么脑洞？为什么脑洞今天这么大？我吗？就我以前虽然说我也很久没有上课，但我脑洞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大？这怎么了？今天这有什么那个脑洞大？怎么了姐？聊聊天吧。嗨，怎么了宝宝？怎么了？笑不是？我发现会不会最近脑洞真的太大了，我有点接受不了。怎么了？就好像很久不见啊，就是很久。我们也不是刚刚也就刚半个小时前，刚接完我想我。你今天很想我吗？麒麟今天是就很默契，为什么？就是我们俩之间今天就随便穿一穿，怎么就撞颜色？挂了吧，拜拜。这样，麒麟你们输了，你就一个给那个，就是你就假装你是一，然后小宝是那个你的对象，然后你就一个给他看一下。那不简单，哼，简简单单，我平常就是那个样子，真的。其实我平时也是这样。那你有一过吗？有啊，有。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那你们就是这个样子吧，就是也一样的，然后就是你就是就是兰陵王，兰陵王什么东西啊？太过分了，弹幕都在刷兰陵王。不要刷了，兰陵王。无语，太过分了。就是你就是你就是想上课，但是就是说就是远哥是那个没有兰陵王，然后你就是那个远哥是什么兰陵王？兰陵王，红陵王，然后你是那个蓝就是男枪啊？对。No， 是怎么回事？对，没错。Wow。 然后就是你想跟他就是说一 v 一，然后就是红衣王，红灵王，他就不，就是跟刚刚那个就是一样的剧情，好吧？嗯，好，拒绝啊。行。红灵精不是本色出演，就单纯的演是吗？本色出演是最好的。对对。啊，本色。好。发你们命中的另一面。我以后再
关这两个因素。闭麦，闭麦了，闭麦啊！救命！咱们虽然赢不了吧，但就是我们就是打榜时，我们拿出我们就是我们救命君直播间坚韧的品格。我们好，我们就是每个人先来众筹一个纸鹤，我们就每个人来众筹一个纸鹤，我们就每个人众筹一个纸，我们就直我们直播间别的没有，我们有坚韧的坚毅的品格。谢谢黑修，谢谢一词，谢谢 Watt， 谢谢 Carrie， 谢谢。还差，谢谢荼蘼的李花筒，谢谢，谢谢敏赫，谢谢微桑，谢谢，谢谢备受瞩目七七，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丹妮姐 YS， 谢谢大家，谢谢小杨，谢谢蜜桃，你看这众筹的力量，谢谢 Kimi， 谢谢逼咪言，这就是我们众筹的力量，谢谢 What 的那个旅调，谢谢。谢谢玻璃，谢谢玻璃，谢谢一二三八一二一三八，谢谢佳杰的纸鹤，谢谢，对无情的感谢，谢谢咪咪也很利，谢谢，对咱们有坚韧的品格，坚韧不拔的品格，谢谢丹妮姐的比心兔兔，好，那我们就是每个人再来众筹一个纸鹤，你看我们这么多人众筹一个纸鹤，我们已经2700了，别动我，别动我，不能动我，谢谢咪咪也的纸鹤，谢谢，别动我。好凶啊，谢谢，谢谢，这个蓝灵丸怎么这么凶啊，谢谢叮当法术的纸鹤，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这个、谢谢敏赫的纸鹤，谢谢我们家蓝灵丸怎么这么凶啊，谢谢出勤的 NA 什么 AUG 的纸鹤，谢谢 YS 的纸鹤，咱们无情的感谢机器，谢谢童姐的纸鹤，谢谢备受瞩目的纸鹤，谢谢软糖的纸鹤，谢谢费老板的纸鹤，谢谢咪咪言，谢谢玻璃心499个，好好，我们直播间坚韧不拔的品格就体现在这儿了，咱们点小星星，每个人点一个小星星，每个人点一个小星星，姐妹，我们每个人点一个小星星，我们就可以冲破困难，我们就可以打破困难，咱们就是咱们能不能就是稍微闭下嘴，咱们可以冲破困难，我们就是一起对抗前方的阻难，姐妹，我们就可以就是对，好，可能来不及了，我们别点了。我们现在每个人就是点一个礼花筒，咱们就是每个人众筹一个礼花筒，姐妹，我们每个人众筹一个礼花筒。谢谢佳姐的小星星。我先喷，到处喷了猫宝呀。谢谢黑修的礼花筒，谢谢七七的礼花筒，谢谢佳姐的烟花，谢谢丹妮姐的礼花筒，谢谢，谢谢荼蘼的礼花筒，谢谢，真的很感谢姐妹们，真的很搞笑，感谢，很搞笑。谢谢玻璃心的热气球，谢谢 YS 的礼花筒，姐妹，这是什么众筹的力量，看到没有，谢谢备受瞩目的礼花筒，谢谢童姐的烟花，谢谢，谢谢这个叫懒哥的，就是不要在里面点小星星，谢谢咪咪的礼花筒，谢谢贝贝、哦、来了，贝贝贝贝，谢谢丹妮姐的落日烟花，谢谢敏赫的礼花筒，谢谢贝贝在哪儿，你看我们快追上去了，姐妹们，我们直播间坚毅不拔的品格，我们马上要追上去了，谢谢郑宇哥哥的掌上明珠，好，我觉得在听指挥就是好，我们现在每个人再来一个礼花筒，我再来一个礼花筒，我们最后就是偷塔，我们直接偷死对面，我今天感觉今天会话痨会不会很可爱，我也不为什么 我们就最后十秒偷死对面，哎，对面在干嘛，举报对面，对面在干嘛，举报对面，让对面下播，谢谢 Watt 的礼花筒，谢谢 Watt， 谢谢丹妮姐的真爱，谢谢 Carrie 的礼花筒，谢谢 Cherry，OK， 谢谢懒哥的一个热气球，谢谢懒哥的一个热气球，很感谢一个，很感谢懒哥的一个热气球。我已经被你哭会吵得脑火痛起来了。好，我们就继续每个人众筹一个礼花筒，谢谢童姐的礼花筒，谢谢童姐，脑火痛啊！谢谢童姐，谢谢豆浆配油条的礼花筒，谢谢。谢谢玻璃心的礼花筒，谢谢。我在等辉的礼物啊，我就很期待事业，很期待辉给我送什么礼物。谢谢 YS， 好，我们最后每个人偷一个热气球，或者能偷热气球偷热气球，偷能偷保时捷偷保时捷，拿出我们直播间坚毅不拔的品格，姐妹们，还有五秒十秒钟，热气球或者是那个叫做保时捷。啊！谢谢丹妮姐的。谢
圣诞节的保时捷，谢谢童姐的保时捷，谢谢真的很巧哎，热气球。姐妹们真的很无语，很无语，姐妹们很无语。开麦，就是一个什么？哎呀，我怎么打不开呀？啊，老家伙了！谢谢小狐狸，谢谢青，谢谢泡泡糖。谢谢丹妮姐，谢谢彤姐，谢谢佳姐，谢谢玻璃心，谢谢敏赫，谢谢振宇哥哥，谢谢图明 YS， 谢谢咪咪，谢谢懒哥，谢谢大家，还有很多人呢。谢谢大家的众筹，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来吧。哎，还要再一把呀？我续一下，我续一下，我们就打那个人气票啊，他们背我。对，没事没事没事。坏呀、啊！好坏，又要就是做惩罚，又要给别人做嫁衣。啊，咱们家不用上了，他对面对不对？对面在那个人气票，人气对。好吧，那是什么来着？嗯，红灵王啊！哇，刚刚整把皮我都不想说话，我都快被他吵死了。麒麟怎么都什么吵死？为什么他讲讲很兴奋是吗？不是，他在那个，他在一直感谢，谢谢谢谢谢谢。从没，不至于，姐妹不至于，来吧，来吧，什么红灵王啊？我就是妖娆了是吗？我是演饰演灵是吗？嗯嗯啊啊！你别摸我，别摸我，别动啊，烦死了！这叫现学现用，别摸我，女人模仿起来了，女人，我帅吗？女人，你帅又怎样？我帅吗？女人，你帅又怎样？也不及我的望天之一，那抱歉，那。喜欢吗，女人？扎扎死我了，扎！谢谢小狐狸的浪漫列车。灰灰平时他就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那我还没有结束啊！扎扎死我了，不要动我！那哎，别烦，我看手机啊！你再动是吧？没有，你还动吗？我平常哪里这么凶啊？你还动？你别动了，行吗？没有，我平常我不会这么说话。那你要怎么模仿错了？你继续啊。你别动了，让我抱一下。不要，热死了，走开，热。你很久没有跟我写作业了。那是谁的问题？你不爱我。我爱你，但我只是现在不想。我跟你一个。那我帅吗？帅帅帅帅帅帅，你帅可以。然后现在就是长，现在就是来一个那个，就是翻到身上。嗯嗯，我帅吗？我帅吗？啊，帅帅帅！哎，热死了，热死了！下去，下去，下去！差不多就是这样，啊、差不多就这样。我们的谢谢小狐狸的浪漫列车，差不多。热死了，算了，我不问了。对他老因为北京有暖气，就大冬天的，他也不会觉得就是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他确实就是热，确实就是。我昨天好问了一下，好像。哎，秦岭，你们在一起多久了？一个月，七个多月。马上就是再过个一年半，然后你们会进入一个状态，就是这样的状态。我们昨天问了一下那个小新啊，小新跟姐夫他们在一起5年了，然后他们好像说现在灰灰的现在这个状态跟小新当年那个状态是一模一样的。欲哭无泪，小宝，你会陷入一个小宝，你以后就是会陷入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就是陷入一个就是有 energy， 但是无处发泄的一个地方啊！嗯，别啊了，都闭思路啊！就是灰灰已经进入到就跟小新当一个状态是差不多了，就是吗？就是很没有那个情侣。笑什么呀？我无语。No！好笑，有什么好笑？没有没有啊，说的很棒，很好。希望麒麟就是以灰灰为戒，就以他为戒，以后希望就麒麟不要变得跟他一样，真的是。跟我什么？跟我？不是，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从
从在一起到现在几乎没有怎么分开过，你知道吗？就进入这样一段时间，我也觉得能理解，就是很正常。谢谢狐狸，谢谢小狐狸。不理解，不理解，理解。我们也是，我们也是，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分开过，每天都在这一起。对，不理解，不想理解，不想理解。小宝，对，小宝，你跟我一样不理解，对不对？如果就是没有。假如麒麟变，假如麒麟变成这个样子，你理解吗？你不理解。No stop， 就是要那感化，心灵上的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嗯，一趟心灵之旅，他在这段时间，我现在就是整个心灵在接受洗礼，爱情变成爱情变亲情，也对，没有，哦，就我们老夫老妻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勤快啊，我们一直是到一直到什么位置，一直到大概也就五个月四五个月前会就变成这个样子，就。嗯、哎呀，就哎呀，就哎哎，你就想说，不想说了，不想说了，惨啊！好伤心，好难，打起来，打起来，哎呦，就打起来了！哎，这个断，刚，好吧，好了，好了，好了，行了吧，那就这样吧。哎呦，我这无语，姐妹，拜拜，拜拜，我好可怜，拜拜。希望我不要变成这样。拜拜，拜拜，拜拜。我好可怜，无语，姐妹们无语。没事，刚刚卡住，没事呢？不会吧？应该还有什么？相信我，会不会他会拒绝？我现在是一个没有，其实有还是有的，就是从就是一个月五六次到现在一个月一两次，就到这种地步，对。哎，或者说他需要休息。没有，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要突然开始健身，就我因为我最近我整个人的一个心态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大家能懂吗？我整个人的心态为了发生了，我以前有这么一点点认为我在为远哥而活，然后今天呢就这段时间我发现我关心我自己的事情太少了，我得多关心关心我自己。嗯，对，你的确该多关心关心你自己，把你的身体弄好一点，然后就是那个蓝令王可以正常的营业，是吗？蓝令王就可以一直的就是刷野，就是一直刷。谢谢朱小弟的指赫，不知道呀。反攻怎么可能呀、啊？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呢，就是会很担心远哥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是。哎，就远哥就是哎这那了，哎不舒服啊，怎么样？那到最近我就是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关心太少了，我得给我自己一点就是时间，就是去恢复一下。但我很关心你，我不关心你吗？嗯，我不关心你吗，远哥？关心，灵魂拷问，我不关心你吗？关心一丢丢，没不觉得，我觉得我非常的关心你，一丢丢而已啦。我以前会为琐事而烦，那我现在不会，我现在就是打算，哦，今年生日愿望，今年过十二点生日愿望，希望灰灰就是变成真正的兰陵王，就是，灰灰是事业女强人，不是了，姐妹们，不是了，四十岁的心态。姐姐，佛系，平心静气开始。而且我最近都在参悟佛法，姐妹，我最近都在参悟佛法。我在参悟个锤子呢！别说这个。我在就是、这个、我在想，就我怎么样做一个就是平易近人的一个人。就我在想，就是别出家。No， 他不会。灰出家了，我可怎么办呀？灰得当兰陵王，他不能出家。Lover， 我、哦、好帅、啊，但我脖子好痛。哒哒哒哒，我问你个问题，不用啊，为什么到十二点？你到十二点也无所谓了，就很多粉丝他想就是在十二点就提前住一宿，把我的脖子好痛。Baby I love you， 有余然真的味儿。上厕所去，他们和自己打屁，可以啊，投票嘛。哦。噔噔噔噔
我跟你说，我加了麒麟的微信，我又感觉这个微信真的不太像一个就是正常男明星的一个微信。然后他微信一页，虽然说我的微信也没有什么内容，虽然说我的微信也平平无奇了。听不起我们讲话不至于吧？应该不至于听不起我们讲话吧？盖过你们说话背景音乐，你盖过我们声音。哎，你今天有给他们加过粮吗？嗯，没有。但我早上加过，我早上加了一大碗。那应该没事。哎，远哥，就是过完生日，马上就要回家了。21号就是要跟慧慧离别了，离别要离别将近一周多吧，离别一周多，然后就回来了。对，以往我们就这样的，就是过12点我们俩自己过。Oops, baby， 我本来打算今年生日不过了，就这样就得了。但是呢，就还是有很多粉丝记得我的生日，然后就今天我一回家，就确实门口堆了好，会疯了，然后。然后就今天一回来就在门口发现了很多快递，然后还蛮感动。谢谢爱丫头，谢谢彤姐，谢谢彤姐。然后确实还蛮感动。我真的本来打算不过这个生日了，就我们俩会隔空的，每天晚上肯定会连一次麦的。那是灰灰啦，不是我，那灰灰娶你回家。有粉丝给我买蛋糕啊，我们俩真的自己都没有买，说实话，我们俩自己都没有买。哎呀，咋好起来？他兴奋，他非常想就是给我过生日的福利。I love you。其实对我来说，就对我自己来说，我感觉过不过生日都一样，就成年人可能都这样，感觉过不过其实无所谓。Oops, baby, I'm 又带手机，应该吧？慧慧，你是上大的上小的？什么？你大的还小的？什么大的？你？没了。啊？什么？我说你是上大号还小号呀？小号呀。那你快点。对，明天。明天还没有到生日了，还没到生日了。我没有，我发誓，我发誓，我绝对就是没有，就是很少在直播的时候去上厕所，很少，非常少啊，不多。啊，谢谢各位粉丝还记得，就真的没，就确实没怎么想过，对。明天大家还有工作呢，对吧？就没必要。没必要陪我到十二点。对不起，二郎腿条，对不起。九七年了，快回来了。明天放假了，明天很多人都发开始休年假了吗？没有吧？有那么早吗？没有吧？我记得这学生确实都已经放了。学生早，我21号放假，但我21号不去上班。21号你要送我，我也21号休，然后正月初三、初四回来上班了，初三、初四忘了，反正就是回来上的很快。没有，我觉得我今天很糗陋啊。我觉得我今天很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头发我感觉特别好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在我就是我今天头发就很有少年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嗯，你有什么感？少年感。少年感？没有吗？没看出来。3小时才能回家了，我天哪！那还好，就是也能回家，能跟家人跨个年也行。其实我现在很期待我自己一个人过年的一个感觉，就没有远哥这房间就会变得很干净。
我就不相信到时候就你还不是得一天说一次，我不在家你也得一天说一次，远哥不在家的日子房间就会很干净。那我再晚几天回来不需要。不要做坏事，你给我，你给我靠我这。我好冰。宝贝要截图，好刻意。别人都是随机的，我们特别刻意。没有，刚刚就有管理说要截图。贴就现在为什么现在经常在评论里刷到的灰灰贴贴是什么东西？这个爱心能不能不要出来 ？I'm a fool, I don't like you.西安太危险，西安哎，西安。我只保佑，就是我回去的时候，我的家乡千万不要出事，我不然我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对，千万不要出事。换掉了，换掉了，换掉了。哇，能不能直播看手机啊？我不想直播，只能想直播看微博，太想看微博。Do what you make me do。刘涛被准备要紧，你稍微坐起来一点，你稍微坐起来，不然被封了那个。直播看微博，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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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要等等会儿先下了吧。You just made me,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咱们先唱两首歌，待会儿再上线，姐妹们好吗？为什么待会儿上线，待会儿不上线？待会儿不上线，没有明天。你要，你很胖，你这是吗 ？No， 我不胖。I don't trust somebody and 你说我们今天是得去玩哪吃一下？可以啊。啊，等一下行。过年你们直播吗？过年可能我应该会直播。拆礼物拆了吗？还没呢，或者说等会儿让我拆。宝贝，我从直播开始，我到现在没有摘过口罩，宝贝。来唱一首比较应景的一首歌哈，好吗？嗯哼。你先唱会儿歌，我躺一会儿。And nobody trusts me。哎呦我的妈！谢谢小豆的保时捷，谢谢小豆姐，谢谢。哎呦，我有喝水水。I don't nobody trusts me。Body body， 好唱歌吗？哎哎，什么？哎。Do what you just see me do like what you just me do
不是，你给我点回应好吗，远哥？哦，爱情没有回应吗？回应你下来，爱情有没有回应？对边。我给他们加个脸。行吧，姐妹们，我们今晚先就是得做一个，今晚做一个那个治愈系主播。今晚得做一个治愈系主播。今晚先治愈一下吧，今晚先治愈一下吧。没有人呢，都差不多了。嗯，差不多，都差不多。现在唱首歌吧，好不好？现在唱首歌吧。现在唱一首，不是，我怕我到时候一唱歌，然后把人都唱走了，然后最后直播间200个人过生日，怎么办？无所谓的。那先来唱一首什么呢？先来唱一首那个。先来唱一首，那把声卡拿来吧。嘿，意不意外？今天也是一个就是 live 绝唱版，姐妹们，今天也是一个 live 绝唱版。live 吗？live 吧。live， 它叫 live 还是 live？ 是我说的对还是远哥？今天也就是来一个 live 的绝唱版。嘿，意不意外？大背影，大家想听什么？大家想听什么 ？Everybody， 大背影那么轻快。No。那两首粤语歌别说了，姐妹别说了，我听到我都害怕。他总是人好如快，是说唯一不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极限，天可怜见，心碎在所难免。以为痛过几回。今天也来一个就是 live 版的绝唱，姐妹们 live 到底是 live 还是 live？ 全是爱，大家想听全是爱是吗？不错，很有品味，姐妹不错，很有品味。你这眼睛怎么看这么小？不知道啊。爱我，哎，烦死了。如果你不爱我，就把我的心还我，又用爱换走青春，我还留下什么？什么？如果你不爱我，就什么话都别说，就跟着我路狂奔，就不要想太多。痴情不是罪过，忘记不是洒脱，为你想的撕心裂肺有什么结果？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就把我的心还我，
你用爱换走青春，我还留下什么？如果你还爱我，就什么话都别说，我一路跟着狂奔，就不要想太多。痴情不是罪过，忘记不是洒脱，为你想的撕心裂肺有什么结果？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还没有过生日呢，姐妹们，还没有过十二点呢，现在过什么生日？还没有过生日呢，还没有过生日呢，姐妹们。在旁边呢，我在旁边了。都在旁边呢，还没有过生日呢。在旁边。还没有过生日。至今不。算了，我还是唱一个正常点的歌吧，我还是唱一个正常点的歌吧。对，还有52分钟呢，他妈没，等会万一睡着了。有没有人连个麦聊到天呀？先。把爱情想得太美，现实太诱惑。痴情不是罪过。唱一个，唱个什么呢？唱个什么歌呢，远哥？唱个开心快乐点的歌，比如说《全是爱》。我们要听全山。今晚就拆个礼物吧，拆个礼物我们就下播了。你要现在拆吗？我不，我要等到十二点再拆。是，那我们先来唱一首《大手拉小手》。好吗？可以啊，我就觉得可以不用带声卡。带声卡不好听吗？带声卡很好听啊。痴情不是罪过。那我要带声卡，姐妹，这是绝美丽版灰灰 Live 演唱会绝美丽版 Live。记得，那我不好意思，重新来一遍。手机拿给我，我不知道歌词。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携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暖房暖洋洋的哀愁，我们携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好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
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一手，我们就一直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暖风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像温柔野兽，我们就一直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啦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小手拉大手，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这个礼花筒是什么情况？谢谢彤姐的礼花筒。谢谢彤姐的礼花筒。礼花筒，这个叫礼花筒，什么礼花筒？大对是吗？谢谢彤姐的礼花筒。谢谢彤姐，谢谢。咱们就是要不要让远哥 solo 一下？什么叫 solo？ 为什么要我 solo 唱一首歌？我不要 solo， 我害怕 solo。谢谢包包，谢谢童姐，对谢谢童姐，演唱会礼花筒。像北方的风，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暖风暖洋洋的哀愁，我要今天录下一个绝美版的一个，就是一首完整的歌，我要给大家唱一首那个好不好，给大家唱一首那个天空之城好不好，你给我唱一个，你对着我唱，不要，你对着我唱，不要，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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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重新来一遍。对的，不是，主要是这首歌的寓意，它不是那种好的寓意。我知道，知道，你不要对着我唱。对啊，主要这首歌的寓意不好。我不想这种歌对着你唱，很奇怪，你知道。但是这首歌有个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什么意思？你那见到我不是唱这个吗？嗯。定情曲是男孩，定情曲这是第二首，定情曲 To Be，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
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港岛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港岛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西班牙馅饼甜蜜地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港岛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港岛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地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港岛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有人路过那里，回来告诉我，天空之城在哭泣，无法呼吸的你，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想念着你，忽明忽暗。听吗？好听，可以出歌了、那就是还不至于吧，那这还不至于吧？怎么眼泪快掉下来了？啊，对是不是就是憋出了一两滴？还好吧。哒哒哒哒，这暹罗猫咪的那个浪漫满盈啊，你们挺直点，我现在靠得很累。挺直，对，谢千言的亲吻。现在干嘛呢？抱抱贴贴。无语，姐妹无语，谢陌上开花的烟花。就远哥在那边这样，然后我在那边谢来谢去的都很奇怪，姐妹们在那边谢来谢去很奇怪。你好久都没再来，今天的世界人上空。要不这样吧，你先给我拆礼物吧。行呀、啊，可以啊。该参与我们下播了。明天过吧，谢谢月哥的烟花。不然你要给我闭上眼睛吗？那就是眼掉吧。Thank you.
等一下，可以睁开了吗？等还不行，还不可以，走开。好，姐妹们，好，你可以睁开。对啊，你能猜出你可以先猜一下这个是什么？皮带 ？No， 不是。手套？不是。包包？没有那么有钱。围巾？不一定。是什么？你拆开看一下吧。我有点担心你的眼光。No， 不会。手套可还行。哇哦，哇哦，你不给我戴上吗？就是我今天试过了这条围巾，发现我戴起来特别难看。我来试一下。要知道这条围巾很贵啊，姐妹们。别勒死我！这条围巾很贵，它有点那种一种贵妇的感觉。你把这个放下来。要勒死我！那他应该是这样吗？他怎么戴那个？空姐，不是黎明空姐。哇哦，突然就感觉整个人都富贵了起来。这条围巾呢，是我跟某一位姓郭的一位姐一起买的。然后呢，就是初衷就是想让你回家的时候有面子，就是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家。就证明我就在外面过得很好是吗？对，就是这个意思。还蛮好看的，确实还蛮好看的。他其实要把那条黄色的露出来。哪条黄色？他也没有个黄黄的那种。什么黄黄？你自己戴一下吧。不能沾猫毛，我们家都是猫毛。对，这条不能沾猫毛，很贵啊，远哥，很贵哦，很贵 ，LV 很贵哦。多少钱？5000多块钱。哪里啊？嗯，这5000多？不然呢？没有吧？有的。有吗？有的。有5000多，是有5000多吗？远哥他已经把我挤出屏幕了，算了，我就出去。就要这样，黄色，贵妇起来了，姐妹，贵妇起来了，哇哦！还可以吗？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还可以吗？可能你得穿一个稍微的那个一点的。哪个一点？你得穿一个稍微那个咋说呢，就是黑一点的衣服吧。这个不是你这样戴的吧？那个销售，我待会给你发一个那个视频，他给我发了个系围巾的视频。啊，都猫毛，不行了，不行，要放起来了。不行了，不行了，这得卧槽，这要废了。不行了，不行，要收起来了，收起来了。我的天哪！哟、哇哦！谢谢宝贝。啊，月姐，哎呦，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夹住。哎呦，真的服了，真的服
还行吧，还蛮好看的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好了，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然后还有30分钟才是远哥的声，但没有关系哦，但是没有关系哦，不重要不重要，我们晚一点再，我们明天相约一下，明天相约一下。谢谢 Ray 的那个旅调，叫什么我忘记了。Rains， Rains， 给大家最后唱首歌吧，好不好？谢谢小糖不爱吃糖的那个，给大家唱一首最后一首歌，咱们就是，但我今天不想唱那个，我今天不想唱那个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觉得太怎么说太。给远哥唱首不一样的吧，给唱首《这世界这么多人》吧，好吗？那你坐我腿上跳。我不要，我一直很高冷。你坐我腿上跳。继续闭上眼睛吧。
我怎么知道谁给我送的、啊、命运中的这段常让我忘记爱记红了一生去人想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的灰灰开始中眩眼向太相似的不知天在哪里在单节送的远光中走是一个很浓的一个水晶而且是因为他考虑到你做手术需要不可以带有雌性的东西他的东西都是消过的然后这个就是什么样子对我看一下手机留在梦天里哦对永远不散场然后这个然后这个是叮当送的世界那么多人可是逃不上在泪收好收好这个确定挂手机上不会坏掉吗这个常让我下那想出神哇哦这是一个按摩仪对 yes 颈椎按摩仪哈颈椎按摩仪哇哦哇哦开心嘛王一博同款开始会看 yes 叮当姐好痛叮当姐好随意写了一个每个生日快乐贴的然后这个呢是歌总给你送的歌总跟我说过的谢谢歌总它是一个大疆的云台哦哎呦妈哥总跟我说过他说我拍视频的时候怕我手拿不稳他说给我买一个最大疆的云台谢谢哥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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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谢谢你们谢谢这边还有个这是他大家给你买的那个蛋糕哦真的其实真的我都我真的感觉没打算过生日了真的每天都像周五一样开心这是你的蛋糕我不你要吃吗谢谢哥哥就我不得吃一点吗我虽然我减肥但是蛋糕还是得稍微吃一点有一颗是你的愿望这个蛋糕超级好前方的路不再孤单天空下你我不再守望轻声的唱在我身旁还有手写的字我的天哪 yes 愿歌生日你知道我藏这些礼物我们家本来就不大然后我藏这些礼物真的太可惜了合个照日出的幻境再次感觉到你放松了你的呼吸月色倒映着惊喜原来你从未离去谢谢各位粉丝谢谢大家谢谢无声无息谢谢真的这一年真的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我记得我上次过生日的时候感觉就在前就感觉在前几天的感觉就真的感觉哎谢谢大家的下次过生日的时候希望大家就是在平平淡淡的就好了我们比较平淡平平淡淡就好了谢谢哥哥谢谢就人年纪大了就很容易感动的
你不要偷吃我的蛋糕啊。因为我在吃水果，我在把那个你给我点个蜡烛许个愿。哦对了，忘了，能不能把那话筒扔了，把心好。晚风中山，其实远哥他知道今天，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快递，然后他不让我拆，他说他不让我拆，他说在晚上，然后给我过个生日，他说，我说我反正过几天就要回家了，我说我这个生日过了其实也可过可不过的，但辉辉说他坚持要给我过，既然有生日蛋糕，那许个愿吧。谢谢各位宝贝的祝福，谢谢。你要插几根呢？一根就够了。给你插一根橙色的吧。我不再迷茫，思念是唯一的行囊，满天的星光，有一颗是你的愿望，前方的路不再孤单漫长，天空下你我不再守望，你们打扰我，轻声的唱，对不起，我把这个礼盒压坏，对不起，我没唱。咱继续学，继续学，我学完你帮我吹一下，我帮你吹。自己吹。满天的星光，有一颗是你的愿望，前方的路不再孤单漫长。好了，那今天远哥生日演唱会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姐妹们。怎么又演唱会啊？远哥今天的生日演唱会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祝大家晚安。我要吃蛋糕。啊啊啊！救命，姐妹们！啊啊！这是童姐，我真的不用这。谢谢童姐，远哥，我们一向都是很朴素的人，姐妹。谢谢童姐，哎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谢谢童姐，感谢。谢谢童姐，真的，谢谢，不用，真不用，谢。哎呦妈呀！谢谢童姐的三个嘉年华，谢。你找首歌，你快点嘉年华，那个，谢，太谢了，真的下次，只是个生日而已了，没，真的只是个生日而已，谢谢幽灵宝宝组，谢。哎呦，我真的是。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事。啊啊啊！姐妹们，啊，我害怕，姐妹们。谢童姐，真的不用了。谢童姐的家人。谢童姐，童姐。谢谢幽灵宝宝，谢。算了，作为女主人的我，我要说两句话了，姐妹。我本今天不想搞得比较煽情，但是我是觉得，哎，让我想想我要说什么。真的，我感觉有你们也是我们的幸运，真的。我本想就是我就是希望大家每天开心，如果说我们能有一点点，如果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力量，能有一点的能量能让大家开心，那希望大家就每天能多开心一点，包括远哥他的生日，很感谢远哥，我们已经快三年了，就没有什么，就大家知道我一向是一个不像言辞的一个人，所以说就祝你生日快乐好吗？谢谢啊，谢哥哥，谢。哎呦，我真的是太可怕了，今天这些人怎么回事。
好了好了，我们谢谢哥哥，谢谢。同学说什么？谢谢童姐，谢谢。我们会一直带给大家快乐，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两个人确实就是怎么说呢，确实成为了某些很多一些宝贝的精神支柱，所以说呢我们两个一定会快快乐乐的把快乐带给大家。好，姐妹们就下播了吧，姐妹们好吗？好，谢谢佳姐烟花，谢谢明天你陪我去哪？明天陪我去网校。可以啊。不想。干嘛？我脸被你的瘦脸拉大了。下播前亲我一口。常让我晚安，祝大家晚安，拜拜拜拜。